次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设计师，他是1982年出生，然后他30多岁，然后他是从纽约崛起的一个设计师。然后大家可能对他印象最深刻是在2009年，米歇尔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穿了他的衣服，然后呢，他就从此之后一炮而红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呢，我刚看到他会觉得，他可能酷酷的，不太爱笑。其实呢，后来用餐之后，其实他还蛮可爱，他是还蛮童心未泯的一个人。But I was born in Taiwan, and I.Moved to Canada when I was 9. But since I was little in Taiwan, I was always sort of interested in pretty things. 他从小他就说，像其他男生可能在玩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其实就是最喜欢就是玩羊毛花。那他就是说，之前在穿过的，在一个 charity event 穿过他的一件衣服，就是一个蓬蓬的一个晚礼服。那会让女生会觉得就真的是很像芭比娃娃一样，就觉得很开心，所以他是真的很了解女孩子的一个大男孩。去年呢 ，Jason 呢被 Hugo Boss 选中了当他们的艺术总监。那我们很幸运的就是在2014年可以看到他的秋冬作品，他的第一次作品。那这个作品当然因为也是第一次，所以在纽约其实有造成一个轰动作品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反映到他自己，其实我觉得在 Hugo Boss 的任期当中，当然也有影响到他自己的2014年的 collection。我这一次发现，就是去 buying 的时候看到，就是其实以前会觉得哦，什么 Jason 他运用很多羽毛啊、点缀饰，都是非常女性的一些装饰。那这次在他的 collection， 我觉得看到很多很简洁的，像是可能皮带的装饰，而且平底鞋也出现很多在他的 collection 当中。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因为我有一个设计师，当然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，但是我觉得一直去尝试新的，让客人会一直有新鲜感。